井号挑战三十天在头条写日记，井号苏迪曼杯半决赛油菜花组合被我们打得泣不成声。这一站他们家门口的比赛势必很难轻松的全身而退了。第一局开局樊晨3-0先声夺人，但很快对手就扳平比分。油菜花的防守中的突击真的很牛掰，樊晨躲过一劫。日本队界外12:12，比分一路缠斗。局末关键分樊晨19:16拉开，但日本组合迅速2分还以颜色。清晨一个往前空档20:18拿到局点，但今天贾一凡失误多了点，日本队也不甘示弱。一对一失误，樊晨锁定第一局21:19。第二局的第三分，日本队的防守可见一斑，油菜花3-1领先，我们迅速调整，清晨的一句漂亮，樊晨笑了，给我们吃了定心丸。樊晨开始接管比赛，10-3领先，11:5进入间歇，但打日本可容不得半点松懈。油菜花8:11破进比分，樊晨迅速挑战稳住比分16:10。樊晨打比赛真的很忘我啊，18:12。樊凡判断对手发球短了，但脚步没躲开，18:14。樊晨20:15拿到赛点，日本组合连追3分。樊晨21:18总算拿下难缠的日本组合。油菜花又蔫了，不过证明苏迪曼杯的油菜花完全是被气势封印了。恭喜樊晨，女双还是只有樊晨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